本期视频带来赛季初战神之路，韩旭携手直男小老虎撞车冷夜华车队，双方还没碰面，友好切磋就遭遇得道修仙高手枪法恐怖如斯，战况到底有多激烈？先跟随韩旭视角进入战斗。当兵作战来到双枪，不料却遭遇满编队的围攻，双拳难敌四手，韩旭战术性开启全部麦，力求握手言和。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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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打别打别打，大哥别打别打别打着别打着，大哥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妖色爆头，将其撂倒。韩旭心不慌枪不乱，守住最后一道防线。一波简单对峙，便采取主动出击，翻窗而下 UMP15 提前枪火力压制。注意听右侧的脚步声，妖色互怼击倒一人，但是血量拉上警报，迅速换弹，六哥 DPL8 在手疯狂输出。韩旭扭腰闪身打残对方，乘胜追击将其拿捏，最后一个按着开火键打了个寂寞，韩旭起身开镜扫射，斩获四连枪王，荣获淘汰王，霸气开场。但是接下来的才是名场面，敌人已经得到修仙枪法恐怖如斯，画面来到小老虎视角，驾驶载具驰骋在小岛之上，细看左前方出现敌情，有点风声，谁的麦有点风。第一波火力扫射，小老虎头部中枪，血量少掉一大半。本以为此战并不艰难，但是对手的枪法弹无虚发。我不知道。哇！直男救一下，直男救一下，打不了，打不了。八雷，这个不大对。别救一下，这不对劲，我头，这就刚刚那一队。对。直男上车直接走，直男上车直接走，直男。没事，我捏雷。不。这不对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说这不对，上不了车，这不对，直男，漂亮，走，咱要走，走不了了，肯定走不了了，给我雷，没有，走不了了，没有车了，有雷吗？地上，走不了了，对，这他喵的，他有一两个正常的，就一两个，有两个不行，我操，他直接翻我，对，有大炮吗？别跟他对，猴子，别跟他对，没对，是带东西的，我这人绝对不对劲。我有雷，有挂，我屌，我撤不了了呀，我屌，撤了就丢位置了，没办法，可以撤，不行，撤，这这人有绝对有挂，我跟你说，我头上飙血，打不了，我头也是头上飙血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四人踉踉跄跄的仓皇逃窜，遇到如此高手，还是先避其锋芒。这是在逃跑的途中，小老虎一波精准打击，爆头撂倒一人，三人看到了一丢丢希望，韩旭早已在原点隔桥相望，简单枪持后，二号率先感受到了范围般的打击，应声倒下。那不行，我来了，走不了，有挂怎么玩啊？爬过来，我都跳起来打你枪头哎！哇塞，跳起来，王子来，小李包包跳起来了，那我赶紧走，那我连加枪我都不加了，拜拜。你居然把他的给打倒了！把他小李牛逼！你看看范围低一点，比他高了，小范围不是大的。我操！下面是挂。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说了，一队范围。你别闹，你露一点，应该低一点，小的没那么大。我操！阿旭，你怎么跑了？一队范围我跑，我不跑。一队范围我不跑。你不跑，他们就死了。韩旭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先跑为妙，该求饶的时候还是得求饶，不料来到十二宫却遭遇了四面楚歌。我过来了，好，哎，大哥放过我，大哥放过我，放过我，大哥放过你，我操，两上去了，真的，放过我，大哥，放过我，谢了，感谢。哈哈，外挂的在想放过你，外挂跳墙，哇，不是给你吹牛逼。我看见他跳墙。
枪枪爆头，那真的是鬼子握把枪不带抖。韩旭、小老虎、直男的离场，冷硬华车队接替战场，但是遇到如此高手，他们似乎也难以招架。只能打这里。你得压着，不压着没了。真奇烟！我操，这枪不对啊！这边要压了应该。